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呢来观看这一次的影片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这个法姆大桥啊。那这个桥呢有一条龙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讨伐它，先把这个喝了，还蛮多龙的耶，黑龙、蔚雷和。哭那么少，哇，超痛！这也太痛了吧！这还是要得要靠冻伤。来喷火，劈！这样也打得到？我这边等他喷完，哇，这距离！啊，没冻伤吗？我天，该冻伤了吧？红局，这一次不会再吃你的尾巴了。OK。过来尾巴，哎，我刚好，不让我致命一击，无所谓了。OK。果然，这个冻伤蛮不错用的，增加这个伤害。我来喷了，这可以回一下血，稳一点了。刚刚那血量，吃一下尾巴可能就要重来了。下去，哇，这样没砍到，该闪人，应该要喷火了，这冻伤结束了吧？OK，这一次总算致命一击结束。8万，真的把龙这些，给了这个卢恩给蛮多的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永恒之城啊。洛克隆恩啊，终于都要来到上面这一层了。OK，那前面有一个 BOSS 啊，那我现在呢，这个装备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有一套衣服啊。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OK。真的没想到，居然有人在复制我！
来呀、啊，来打我啊！可怜呐、啊！我直接叫那个红狮子骑士奥加来和他打，来看看这一只有没有料，还反身呢，嘿嘿。真的是，用拳头都能把你揍死。揍死你，学人家，什么的东西都不给你。OK，二红狮子只有没有，就是没有加强过，可能要打比较久。我们直接来这个，来玩一下一些武器，只能够。哎，哎，他中毒了。哎，一半了。那他也蛮多血的嘛。哇，他居然还喝水，不行，太恶心了。直接送你下去了。应该还想喝，不给你喝。哇，蛮敏捷的嘛。OK。嘿，银色泪滴面具，OK。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呢来观看这一次的影片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腐败湖的中央吧。那这边有一个龙人骑士，而且呢，这边非常的恶心啊，这个腐败的这个速度累积的也蛮快，而且呢，扣的血也差不多，所以这边只能够速战速决啊。因为。而且我转身了，转身之后来玩这个武士，爹，我去那边打了，
快过来，反身内地。哇，蛮厉害的嘛！看，这反身内地也会这个站位耶，继续加油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受到这个金融腐败的负面效果。果一，那跟果一样，它打400多哎，用战盔。哇，太厉害了！红磷刀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它不会受到这个负面效果，就不行了。哎，那我们先传回去赤符那边啊，看看这个龙鳞刀，然后放在刀这边的，这力气12，小20。哎，吃灵巧的冰雷剑，那是怎样的？哦，然后就有这个，那应该是冰属性吧？哎，蛮不错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在这个。根根底层，哎，那这边是死眠少女支线要来的地方，那还没去死眠少女那一边呢，这边呢就有一个老朋友，就是荣辱提示，哎，都要和他来打一打了，哇，果然。哎，嗯，那打刀真的很厉害耶！这应该在3刀就挂了。哎，果然这把打刀果然厉害，热流雅的数码。好，那在下面，自留氧漩涡应该就是刚刚他一开始打我们的那一招，哎，信仰的一个树矛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树里，就是树里面呢还有一个宝箱，那个宝箱呢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是熔炉骑士的套装。OK，意甲，哎，蛮帅的，终于呢，我们也成为一份子了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地底拷问所。OK，这个火山这个区域这个主线了。就是准备要来推进这个区域的这个主线任务，OK。那进去这个地方呢，需要打2个 BOSS，铁处女，OK。那前期打这个第三只王满月女王的那一个地方呢，那个地底下呢就有一个铁处女的机器人，那死亡，并且呢故意让他抓住。就会传送到这边，OK。那前期其实就可以，就来到这个区域了，就不用从这个51级的断崖这边慢慢的走过来，OK。那我们先把这2个 BOSS 决掉。
应该没问题吧？之前来的时候，感觉应该你那个等级应该也是可以打的，但是现在算是过了蛮久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伤害会不会对。天呐！哇，直接秒杀，就是他打开，还没死，他那个洞口就是他的那个弱点了。OK，得到这个拷问烛台。那果然，现在这个等级太高了。那之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准备要打第三个王，来到这边，你那个等级的时候应该是正常的。现在我是太高的等级，对。哎。来看看那个装备，OK，四矛，然后战徽是突击，啊，就普普通通的一个武器。哎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